Hello，大家好，我是永恒。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咱们这里啊，继续来看那个《三国战记》的无双版这个修仙榜啊，一个内测难度的一个狂人的速通。这个呢是一个士兵的下部啊，士兵的上部呢，我是捡到了三件，然后呢打了五关，仅用时22分多钟啊。然后呢，士兵的下部呢就来到了这一关啊。之后呢，我上部呢不光捡了三件，还合了个衣服。然后呢，这关呢，我是选择呢用这个阿斗打一个这个快速的一个清兵啊。阿斗的清兵效果还是毋庸多疑的，是吧？这个不光是清掉了这个小兵，还清掉了吕布跟虎了军。这里呢上来卡兵啊，没卡住。然后呢用这个 AB 来清这个怪，用这个火箭呢来清一清这个啥，清一清这个水兵跟大狗。爆剑呢清这个大驴，给了个嫂子没用，直接扔掉，往前走。好，上下路的速通路线，这个里呢直接换这个阿斗啊，因为这个修仙榜里边的速通跟正常里最不得的，除了刷 boss 以外，就是呢这帮这个小兵呢，他不一批兵种不怕一个属性剑，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这种纯物理高攻击力的这个清兵的这个令牌还是很厉害的。比如说我的这个阿斗，以及我士兵上部呢用的这个曹彰了、魏延了啊这样的一个这个令牌，你看是吧？这些打谁也都是无差别攻击一下一个，而且最可怕的他还是群攻啊，这个小阿斗你不可小视。之后呢这里呢用火箭清两个，哎呦没让我打，有张飞，张飞不太好。张飞呢莲花先清兵，然后呢挑这个兵剑 AB 过来之后呢打一个必杀，然后呢追 DAB 直接给他送走，追 DAB 怎么追那小身上了呢？你有点大病啊。 AB 堵他下下，好拿下下路跳，哎呦这我本来想跳一下对面的这个笑啊，结果呢被这牛鸡就顶天上去了。这地方最好是来个莲花，因为这个地方呢上下刷，哥们儿搁莲花里喝酒呢，心挺大。最后呢，这里清兵，再清兵，再清兵，捡一个傀儡娃娃，空场，这什么玩意儿？傀儡龙，爆剑，先清司马懿，再清黑铁甲，调兵剑 ，A B 下 B A 前前 A， 直接一个素质小四连，清掉了沙漠科，捡一个酒壶，直接往前冲，疯狂赶路，调上这个爆剑，又爆了一个隐身衣，还不错，隐身衣的数量比较的够了，五个了。然后呢小造一口加血，这里下 B 没打出来，被老虎扒拉飞了。之后呢这里接着来换剑一个 AB 啊，这个巧你给我停下，这时间器我捡他干啥呀？江湖朋友耻笑我，能不能把那玩意扔了啊？这大一米倒不错，时间器给我丢了，我好像傻，我捡了他。之后呢这里呢开始继续啊，用这个爆剑呢扒拉扒拉装小怪。哎，这里呢前没跑起来，之后呢换了一个阿斗，可能准备要用了吧。前面上一个阿斗呢，一会儿呢可以拿这个宋江令补点血啊，因为这个修仙榜的话呢，到后边呢下一关开始，第七关开始呢就变成下 AB 了，下 AB 的话呢血量还是不太够的。这里呢直接跳压起身撞跳没收掉，换回来 AB 收掉，然后呢等这个宋江吃一口了，这得吃一口了，这不吃就死了，扔扔，好两人身往前冲。调了个兵剑，这里呢一波 AB， 哎，这个巧先杀了黄盖，咱们这里给他 AB 过来，哎 ，AB 歪了，他那个位置阻碍了他的这个位移了，上面那个大树，哎，这怪好厉害啊！这怪我用 AB， 你看我就全程打的黄盖用 AB 起手都没打着，你说这个玩意儿厉不厉害？好，终于拿下了，切成爆剑，右边毒控一波，然后这是什么玩意儿？红张辽，这红张辽也不好搞啊。红张辽没什么怕的，这个剑直接开必杀吧，这个怕的剑较少，不想飞板给控住，开个必杀，结果飞板也控不住，必杀来个一打二，应该是全死了吧，啊，全死了。这个可以看到这个必杀还是很厉害的，这里打个毒气清动物，然后呢 AB 一波这个对面的小兵，这个还没死呢，然后呢继续宋江扔补一个血量，好往前走。之后来这儿，哎呦，这谁这么快啊？叔叔没看着，直接 A B 下 B A， 换兵剑打大牛啊！这里没换剑，直接继续戳啊！血书先吃上啊，不，血书先捡上，没准一会儿能用上。这里又来了个夏侯渊，换一个火箭，直接呢反向 A B。哎呦，这位置 A B 没 A B 出来啊！兵剑又挑回来清了个大牛，然后呢又切成了火箭，飞盘起手，一个下 B A， 一个前前 A， 一个下 B A， 直接四连收掉。然后呢爆剑直接换前前 A 前前 AAB 轻巧前前 A 直接收掉，调了一个毒气筒啊。这里呢调毒气筒呢主要是为了开场压制，然后呢往左这个进攻，好 AB 往左进攻爆气，前前 A 下 BA 收掉一个，然后呢前前 A 收掉第二个，好全部拿下。然后当时打的时候呢，在这关结束以后还是下关结束以后，反正到这个故意筒的时候呢又来事了啊，当时呢又存了一个档，
存完档之后呢，后边有时间啊，又续回了八了的。嗯，这局游戏的话呢，是一个不是一次性的一次性通关。嗯，好，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关。28分钟来到了这个龟桶，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右边呢已经变成了这个下一币了，是吧？这就证明呢，敌方的伤害上来了啊！敌方呢现在是个双倍伤害，可以看到是吧？即便我有衣服呢，对方打我有点疼了啊！之后呢，咱们补一口人参，继续往前走。可以看到这个分数呢，只有这个13啊，这个分数还是比较低的。捡一口这个血书，捡一口这个酒壶子，哎，酒壶子没捡呢，没看着可能是。哎，好东西啊，东叔来了，这样呢凑齐了300东叔啊！这个该说不说，暴率是高啊！这我这个能凑齐300东叔，我平时打的话呢，不捡这固定东叔就一本啊。不是不捡着野的动物书呢，就固定的一本，现在整仨了，感觉不少了啊！这要是能有5个的话呢，那就方便多了。之后呢，这里呢换兵剑，清这个大狗，然后战场机应该是解满了，问题不大。这里呢毒蛇直接打 AB， 然后这里缺一个啥？哎呀，我缺一个前面打驴的这个令牌，我应该捡个操章啊，来看看后续发展情况怎么样吧。后续如果命少的话，可能血书还得留着啊。如果命多的话呢，血书扔了换个超张打这个驴，因为这个黄元英的这个本人的连招没有电剑的话呢，打这个驴的话，这个伤害是比较低的。但是你可以看到敌方大我的血量有点高，是吧？这里呢，咱把这个血书直接吃，然后呢先吃鸡腿，下来呢再吃这大坛子，这样血量就拉满了，得劲儿。好，往前冲，最后过来虚土。直接 AB 下 BA， 哎呀，这个被这个后边的刀兵阻止了。直接呢 AB 下 BA，AB 啊，这里能用 AB 起手啊，因为虚竹打一下太疼了，虚竹的伤害还是高。这里呢扔了一个毒气，空了一波场，现在毒气数量还够。之后呢，这里继续往右清小兵，然后呢这个张灵剑准备这个来一波这个啥，来一波张灵剑啊，这当时连点忘开了，有点可惜。好，不过不影响，一波张灵剑清够了小兵了，捡一个这个以神医6个了，不错。之后往前走，这个位置呢直接一个必杀啊，一打 N， 主要这两个大虾太厉害了，所以说呢开了个必杀，然后呢扔掉，直接捡黄石弓扔，不错，没杀 boss， 然后把实验器捡回来了，还是怕死，前面死了一命有点耽误事。之后呢，哎，这个 AB 千 A 打得不好， ABA 这个千 A 打得不好，千 AB 就好了。这里这个球没跳过去啊，之后呢往前走，顶好。之后，哎呀，老公来了，我们来看啊，这里老公场换兵剑，飞盘起手没中，飞盘起手中了，跳 A， 前 A， 两个兵剑呢把老公扒了掉，再捡一个时间器，然后呢来看看这里黄石弓直接扔，什么怪物？太清好像是两个怕兵剑的，是曹彰啊还是谁呀、啊？我也没瞅清啊，就照应自己啊，飞盘，跳 A， 前 A， 直接收掉，速杀，然后呢直接是背面挑火箭，正面手里拿兵剑，飞盘数量只有俩，但是也够用。暴气赶路，直接飞盘 AB 空毒蛇 ，AB 下 BA 躲一下这个曹彰的这个曹丕的伤害。这里能换火箭打曹丕，再换兵剑打曹彰，哪个都打不着，有点难受。这里呢反向 AB 躲招，同时打上连招，然后呢换成火箭。这里呢直接一个前 A 前 A 前前 A 前下 BA 前前 A 下 BA 直接收掉。之后呢吃上这个啥？其实这个血书啊，我要是不怕死，我这血书我就撇了，还是这个留了一本血书，换了个曹彰。啊，因为呢我想着这个高低我得打个一币是吧，虽然说呢这个平时那个速通老接币啊，但是呢主要都是为了拼那个极限啊，就是说呢最后哪怕明知都要死了，但是呢你去拼一拼呢这个成绩会更快啊，都是这样接的币的。这一期呢单纯就是不想接币了啊，之后呢咱们呢打一个一币就得了啊。之后呢这里呢来继续呢火箭清这个啥，再换箭爆箭 AB 下 BA 直接收。这其实有曹彰快啊，有曹彰的话呢，曹彰打这个陆逊伤害比这个啥，比这个黄英没有电剑要高得多啊。最后呢，这里直接爆剑打吧，也没有别的办法，因为也没有别的剑，你拿铁剑它也慢，所以说呢就搁爆剑划了吧啊。这里呢爆剑划了魏延是该说不说，是有点不得。之后呢这逼孟获了，我说怎么来这么快呢？上逼是野 boss 魏延啊，我说怎么这么快就打到魏延？好，前下 BA 之后呢这里接着飞盘，空了一波大桥，毒蛇没打死。问题不大，直接前天下 BA， 大小直接扒了死，没扒了着，扔毒气捡毒气，没控住再捡毒气，直接呢 AB 前天 A 236A 下上 A 没死，挑血书 AAB 追 D 扔血书，把血量拉回来。前面来看啊，前面的话呢两种办法，一是隐身衣，二呢就是打必杀啊。我呢是准备用这个三件的这个必杀超高伤害慢慢怼了。其实隐身衣的话呢也行，隐身衣肯定是比必杀快啊。
但是怕后续的这个道具不够用啊，因为呢这个黄莹打这个啥，打这个前面呢还有一个那个谁，那个叫谁来着？啊，这个刘备孙权曹操，这跟那个正常的无双榜不一样啊，所以说呢我得多留给隐身衣，因为我的动物书数量不够，我现在要是五个动物书，我在这就开隐身衣了啊。最后呢血书一扔，可以看到这个血书还是保的命了，应该这么说。没有这个血书保命的话呢，现在可能我也就失去尸体了。这里呢捡一捡地下0033的包子，毒气筒虚印手换了一个暴剑，先把张辽撞死，然后呢暴剑直接切上，把这个许褚呢直接 AB 死。好 ，AB 死之后呢，毒气压冰剑扔这个酒壶，捡了一个什么玩意儿？哎呦，真背啊！这个大侠刷我脸上了，这个大侠是真厉害啊！这个大侠出来之后，我这命应该是死了啊。那看来包里存的时间计是白，是那啥了，是浪费了。这里扔了一个毒气，然后呢往前走，扔了个莲花，这命是基本是不保了。这一个大侠耽误了我彻底的一个节奏啊！这个大侠咬我一口没有血都是次要的，主要呢就是大侠把我开场的位置给打乱了。然后呢这个关羽跟那个小兵都散开了，这样的话呢一波乱就全乱了，看没着，现在这整体就全乱了。这一波呢我算是把赵云打死以后，算是把这个局势又控回来了，终于呢是进入了这个怪出场，我在那等，然后呢这个毒气 AB 的一个这个节奏啊，然后这一波弓箭手射我，得回这个水兵没死，水兵死又乱了。这里扔毒气捡毒气 AB 下 BA 再 AB 呢清掉了这个马超 AB 打蛇 AB 打蛇，然后呢这里呢直接过来换这个暴剑，把这个小兵都清掉，吃一口加血换冰剑扔毒气切，老公来了下 AB 下 BA 再 AB 直接收掉，然后呢换暴剑直接呢是打这个陆逊没打着，这里先吃加血，然后换火箭清这个水兵吃加血，挑铁剑直接打陆逊啊。这里其实这个野 boss 刷的不太好啊，来好几个陆逊，没有剑的情况之下呢我这个黄蓉打陆逊飞机。那么呢马上迎来了最难受的一刻啊，就这个驴最难受。这个驴实话实讲，我现在我宁可我的分数少500万啊，我在环境里打什么分呢，我不是贱吗，纯贱啊。这要少500万的话呢，我在这个地图呢我就可以啊直接呢哐哐三个必杀就打死一个驴了啊，六个气啊，那样也反正也不太合适，不过呢也不缺气。这样呢只能打角落连招了，就是呢 AA236A 前 A 打一个钻啊，这样的话呢打驴呢算是一个最快连招了。没有办法，这个驴呢因为一路上的电剑没看着野的，我也不能去专门捡个电剑去。沙漠哥 AB 下 BA 毒气扔，然后呢下 BA 没打出来，直接呢一个 AB 来个三杀没杀了，这里谁又出 A 波溜子，没事不疼，再 AB 我再 AB 我再 AB 我就 AB 野就有血，这里呢前前 A 前 A 躲笑，直接呢吃加血扔隐身衣，这个黄盖不扔隐身衣是没个玩的，捡一傀儡娃娃，这傀儡娃娃可以帮你省一个隐身衣。黄盖这里看点运气啊，黄盖如果打得快呢用残存的隐身衣呢可以打这个司马懿，但是黄盖这里存看命，看完之后上面的黄盖就一直钻，你就没招。哎，这个动物书好啊，这动物书又省了隐身衣，换暴剑调傀儡，直接呢先中个火箭，然后傀儡娃娃一扔，这里我怕他防，我准备扔一个道具莲花七手，前前 A 下 BA 前前 A 没打着，往前跑 AB 压起身前前 A 下 BA 收掉啊，这波起身压的好啊，但是呢这个刚才连招失误了有点菜。好，36分钟啊，见到了这关的关底，你早说抱隐身衣啊，早说抱隐身衣，我再扔一个了。之后这个隐身衣效果不大，这个隐身衣即便你扔出来也是那玩意儿。咱们来看，我这里隐身衣扔出来了，实际来看也是那玩意儿。你到这儿的话呢，基本上也到点了。啊，这一波曹操的变身非常耽误时间。然后呢，孙权刘备曹操好处呢就是多发兵剑，扔这个动物书打谁都是打。但是呢，我想扔个隐身衣，我想要一口加血啊，因为现在呢我没有命了。说实话这个第一命死的有点早啊，这里呢咱们直接打曹操啊，上台子前前一下 BA 就杵就完了，之后呢俩怪一起特盖子啊，这个地方呢其实动物书也行啊，但是动物书的话呢我怕这个打太快了曹操不爆加血，我这个血量还是需要口加血的，因为这一命大概率会死到下一关的葫芦精呢、啊、这玩意能不能镇着我先跑跑啊，大概率会死到开场葫芦精，这样之后呢六个张角金准备打开场葫芦精啊，这个张角金其实呢是要比司马懿要快点的啊，因为司马懿呢打葫芦精的能力不强，清兵能力强，这里呢张角金呢是清兵看运气啊，这玩意儿就是说不好了啊，你看比如说都是这兵一波张角金一个兵，然后剩两个孟获他还能咋多吗，对吧，所以说呢这是张角金的好处，张角金的坏处呢就是如果你有病啊前列，如果刷一个张角金清不了的那就慢了啊，这个还行啊，这个驴都能清，下一波不用张角金，下一波用莲花啊，因为下一波冰的话呢，这个我下一波的葫芦精没有地震啊，然后这一波呢咱们打一个张角金，你有病啊，真来了真来，我张角金清不了的了，这里打个啥呀，打个绝招吧，没招了啊，这个牛你清不了，你不能瞅 啊，所以说呢打个绝招，然后呢把这个孟获杀掉，挑张角金给我扔，
正好六张金六皮兵，好可以。然后这一波没死，这波账就不能扔，完了这波我得上天了啊！这波不躲没招了，你不能看着这水糊你啊！好，然后最后一波让你给我清兵，坏了，这波兵更冤种，三个绝让了啊！得货绝让储备量多啊！咱们来一个，哎，他还没过来，两个，等他过来，三个绝让，正好剩一根，看不着。这波就看这个啥了，操作了啊！绝让直接接战令箭，这样呢直接秒掉了这个虎头军。然后呢这一波呢是动书啊，我现在四个动书，正好这一个关你 boss 武神一个，张辽的话呢一个到俩啊，张辽正常是一个，然后留一个容错啊，四个动书一个动书来，这个动书打左慈的话呢非常提升效率啊，要不然这个左慈黄蓉拿火箭打的话呢绝对没有这么快。 OK 拿下啊，咱们打进铁了没用，吃加血啊，造的饱饱的，现在是38分钟吗，我打这玩意是不是有点快了啊？好，这里呢继续啊，再往前，这打的好可能是有点快了吧，就这里呢是怕对面给我放倒，我扔了个张灵剑啊，实际的张灵剑呢是大可不必的，但是呢我怕那个小兵给我铲倒了，倒耽误时间，然后张灵剑扔完就后悔了，忘了没开连点了，开连点刚才那位小兵直接就点死了。好，前面呢就是蹦就完事了，前面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上天我就蹦，我就为啥前跳一步，这不经验吗，落地以后不一定能第一时间进去，看看吧，看看点吧。等船来，等落地，好下船，自由了停动走，哎还真行，没咋地。好，里边黑铁甲直接 AB 啊，不能给黑铁甲机会，小兵杀大驴杀，吃张角金加血AB 杀，因为这里有足够的加血，换兵剑 AB 杀，这里为啥没用 AB 傻呀。好，这里没刷 boss 还挺不错的，该说不说挺得。好，加血之马人身走人，四十分钟啊，进入游戏最后场地，过来莲花一清 A 有没有漏一个，有点可惜啊，如果全清左边兵就刷了，这地方账金闭眼睛扔乐意啥啥，就一个不怕的，运气算不错吧。然后爆剑调火箭，直接隐身一固定套路往前冲，前前 A 下 BA， 前前 A 下 BA 收掉司马懿，然后呢火箭一换，直接呢下 BA 吕布，前前 A 下 BA， 前前 A 下 BA， 哎自投罗网一个，那对不起了，再见给我死。之后呢这个地方小兵随便扒拉扒拉就完事了，来个吕布也不影响，一个吕布的话呢啥也不是。之后哎又来个曹飞也不影响，一个吕布一个曹飞都怕火箭啥也不是，哎又来个曹飞，你有病啊，这怎么这个地方打上五件人骂了呢，哎，这地方难受啊！这样的话，这个命这不死了吗？这命没个不死，这命这儿 A B 完了，五虎将也没招啊。好吧，这里呢三个怕火箭的，一通 A B 下 B 下 B， 倒是给问题处理了。那五虎将不太好搞了啊，五虎将搞完了，这个张辽也不好搞了。反正这个血量掉的是有点难受的，该说不说，这地方刷的怪有点背。之后呢，继续往前啊，来看看这儿，这里呢出可以。出完之后呢，前面就是冰剑隐身一，然后呢 together， 咱们来看这儿啊，直接呢扔隐身一，暴气冰剑，这是少数几个不用小黄猪能打的这个角色之一。黄英前前 A 下 BA 连着出，但是这个前前 A 下 BA 呢，实话实讲不好全控啊。不过我控住了，诸葛亮老公来了，跳 A 前前 A 下 BA 直接收掉。好，来看前边，前边的话呢，如果没有 boss 就好办了，直接呢就是你有病啊，还是秒杀的，那这里我应该是死了。我来看啊，暴剑先给秒杀的清了吧，要不然的话呢，你说你待会儿东叔连招打一半，秒杀的活了你咋玩啊，玩不了了。好，秒杀的清了，换成冰剑调东叔直接扔，这个水冰月不是太好，但是呢也能玩啊。之后呢就看后边的大狗搅不搅和了，现在呢就是看运气的时候了。好，再来哥呀，大病，你指定是点大病，再扔东出吧，这没招啊，这必须得先扔个张灵剑，因为不扔张灵剑的话呢，你调东出期间张灵就给拿死了啊，这张灵剑是必扔的，这是保命张灵剑。然后呢这里 AB 打过来，再来大哥你这回不能搅和了吧，前前 A 下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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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前 A， 然后这里我看了一眼，我没有扔这个啥，没有扔时间器，你看我切到背面发现自己还有一个酒，我就没扔时间器啊，因为四个气在里边是正好的，但是你该说不说这个酒我爆早了啊，这酒应该在里边爆，这一点挺傻的。不过呢四个气正好够用，因为这黄蓉呢打最后这俩 boss 呢，一个 boss 俩气正好够用啊，我太熟了，不要问我为什么。
之后呢，隐身衣三个隐身衣还杀狐狸精，一个隐身衣打10万伤害，这是上好的。好，咱们来看第一个隐身衣，从28万开打，给他打到18万就够干。再前天一下 BA， 再前天一下 BA， 再来一套下 BA 扔隐身衣，马上就扔。我这里打多了啊，你看就武神出招了，就证明我隐身衣到点了。这就是自己脑残，这伤害没必要打这么足啊。之后呢，第二套给他打成8万别隐身了啊，再打一个10万。好，打完之后前天一下 BA。扔隐身衣，哎，这隐身衣扔的正好，这一波直接打死啊！因为一个隐身衣10万，最后一个隐身8万的宠拿把枪吗？然后呢，这一个 boss 的两气就用完了，看完着，这就是我所说的一个 boss 俩气。之后这个兵拿下，然后呢，直接趁着隐身衣残余时间调动书给我扔，最后一本别失误，哎，别下去，赶紧 A B 他一下，他可别下去，他下到最底下我就败了。好，这样目测来看呢，用不上44分钟啊，该说不说，好像还挺有造纸是吧？因为我打这个无双榜的话呢，好像40分钟不41分钟。这里打修仙榜呢仅多了2分多钟，你这个玩意儿，好吧，这样呢咱们来看看最终用时吧。最后一个气也爆掉，你可以看到我所有的道具基本都用的正好，43分42秒啊。然后可以看到剩点时间器不算剩，剩一堆剑头盔不算剩，剩两把破张刃剑不算剩。那么好吧，这样的话呢，这个小速通就还算完美了是吧？不知道呢各位看得开不开心啊，反正呢再次祝各位新年快乐啊，给各位呢在新年里呢来一个这么顺当的视频是吧，祝各位呢在新的一年里能顺顺利利，最主要的是啥呢，新的一年里越来越帅啊，像我这么帅。那么好吧，我是本期节目，喜欢我的视频呢记得点个赞，咱明天不见不散，拜拜。